袁医生你好，今天老师可以帮你什么忙？跟大家讲一下。我这个正中间这个胸口正中间痰中的位置有点不舒服。不舒服啊？多久了？哦，好多年了。啊？时不时会复发一下。是冬天复发吗？也没有太固定的季节。那这个既然是正中间的话呢，我们可不可以用头针来扎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都同意的话，我们就用头针来扎。你现在感觉不舒服吗？有。有啊，好。自己有没有扎过？之前有。效果怎么样？效果会有一点。会有一点效果是吧？对对对。好，老师看一下啊，疼痛的话告诉老师一声啊。好。这里酸不酸？痛不痛？有。有啊，这里比较多是不是？对。这里多还是这里多？前面整一点，这一个多。对对对。好，来，你要近一点，可能会看得比较好一点。好，先一针下去，看到他的鼻子在哪里以后，老师这样进针啊。你刚刚的感觉是不舒服是多少啊？从一到十。不舒服有个5到6的样子。这么多啊？嗯。你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喝了很多冰水啊？对，那你要不要吃一下老师给您那边特别做的那个中药啊？可以，回家自己配一配。好，好。现在觉得怎么样？现在好像是没有了。没啦？没了。这么快？对，是没有了。没有啦？没有了。哇，这么快！谢谢谢谢。谢谢谢谢。Thank you。